大家好，我是 Lily。 现在我跟我们的小朋友在学习这个小话剧，所以留一个记录吧。好，今天我是大狼，你俩是小兔和小羊。好，现在我要说，小兔乖乖，把门开开，快点儿开开，我要进来。不开不开，我不开，妈妈妹妹回来，谁来也不开。小羊乖乖，把门开开，快点儿开开，我要进来。不开不开，我不开，妈妈没回来，谁来也不开。小兔乖乖，小羊乖乖，把门开开，妈妈回来了，快快把门开。不开不开，我们不开，不是妈妈，我们绝不开。好，我觉得真的唱得很好啊。好，谢谢大家关注。好，拜拜。Did I get my hair in it?